呢场仗我哋会撑住。喺疫情呢段时间咧，主要系做啲 COVID-19 嗰啲 case 啦，咁样每一日而家啲 case 一转接一转。面对咁多嘅确诊个案，虽然感到无奈，但要打赢呢场仗，我哋就需要精准嘅部署，灵活调派资源。多一个人就会多一对手，只要做得到，我哋都会走上前线，尽我所能。同事每一日都面对不同的危险和困难，我哋都会一起面对这个挑战。我哋一穿住件保護袍，其實一段時間我哋又唔可以飲水啊，唔可以食嘢啊咁樣嘅。當我哋去到消毒嘅地方，即係可能運動場啦，咁住方都有安排咗一啲膳食啊，可能啲飯團啊俾我哋，係窩心嘅。我哋見到啲同事咁辛苦，咁我哋送到呢份暖意俾佢哋，我哋都好開心，好滿足噶。確診嘅同事都會好擔心佢屋企人，我哋會派發快速抗原測試包。同埋抗疫藥物俾佢哋，希望能夠為佢哋分憂。我希望前線同事得到休息同埋補給，有咗力量就可以走更加遠嘅路。我希望可以分擔到前線同事嘅重擔，同時亦都做好資源嘅統籌。我希望盡快可以將確診嘅市民送去合適嘅地方接受隔離同治療。我希望每个同事去完车之后都可以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咁翻嚟见屋企人。我哋会作为大家坚实嘅后盾，并肩抗疫。